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对你目不转睛，唯独你让我偏心、yeah、拿着它就好，对、哦、这个就拿着它，那就对，今天今天很过气的节目。郭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先先先先先起来，老太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对吧？不是这么讲的吧？那应该是一起来。